5, 4, 3, 2, 1.哎，你这话引子我拉的。小怪优先清。没锁下来了，那是你们的。另一边的又过来了。来，把那些灵魂之影全部 A 掉，快点！你碰到雷锁就开始回血。交换了七层，我们这边七层了。交换，交换。有一个战斧把 ZYK 拉起来，那灵魂之影全部 A 掉，快点！碰到 BOSS 就要回血了。这个圈一个50万，你如果扛得起来，你就不要躲了吧。完他那个龙尾不知道去哪。来交换了，交换了。地上圈躲躲躲躲。把花踩住，那个伊索德雷旁边有一个。
驱散一下我，好。洗澡，洗澡。把那两个花踩住啊！那小怪还出来了。那个影子用 add 就好了，打那个本体剩下10%了，七层交换，还有一个战斧，哎，那边的坦克血拔加好。哎，他为什么会来找我？